三公斤之蛙，一年去 Angela 游八次喎，唔心心灵偏宇宙系列，继续落去呢、這个，好感谢呢个第五次遇到，继续呢个问题啊，话问啦、啊，你哋讲我哋得到信心方面多下功夫，咁应该喺信心上下落啲咩功夫呢？系咪喺某啲？事情是采应该采取接受的态度呢，光之兄弟就讲啦、假如遇上某些很艰难的状况，你们就会很惊讶地发现自身当中具有意识不到的能力，那些能力就是勇气、信心和全然的信赖，你们将不再有任何疑问，会立刻地行动起来，甚至不用再去想应该怎样行动，一切都在瞬间完成，因为你们曾经在睡眠之中受过训练培训的了、在你们当中生活中要避免一切的愤怒，一切是内在的暴躁，一切的批评，要对自己和自己的过错，对于周围的人非常的宽容，有信心，要转化自己的所有的恐惧，要请求内在的神圣存在在你们能够操控这些恐惧，恐惧都是虚幻的，你们不需要学习怎样去对这些事件，你们将知道怎样去做，即使刚刚开始时有些恐慌，但是你们所需要的信心、勇气和力量呢，会在你们身上突显出来的，使你们把事情做得好，因为你们都是受过训练的，地球将必须以各种方式地进行反抗，因为它得到解放自己，它绝对是要需要扬升的，现在不再有任何事和任何人可以将它封锁在这个维度中，所以有准备好和它一起扬升的都可以跟随它，而那些不能够扬升的将与它分开。莫尼克就说，他们将我看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地球，这个地球是闪耀着光和美，听到那里有人抚慰人心的音乐，不知道那些音乐是人们演奏出来的，还是来自别的地方。我此时只看到一些风景，很令我惊讶的就是这些风景中蕴含着无限和平和美好，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最深处受到清洗，我感到这些新的地球极为和谐，照亮你这个地球的光似乎更加强烈，却不什么刺眼。他们对我说，在新的地球上是没有二元对立，甚至那些元素之间都没有对立，将不再有任何互相对抗的能量，一切都是将在完美和谐中运作。莫尼克继续说，在这个新的地球上，我看不到人，只看到风景、色彩，我只感受到存在在这个世地球地方的和平、欢乐和性爱。要是你们能够看到一眼我们星球的靓的美，新的地球的美呢，你们该有几好？要通过怎样的道路才可以达到这里呢？是否能够以肉身到达那里呢？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这个世界是许诺给所有走在灵性之路上打开了心灵的人们，这个世界将是纯然的美与爱，任何人都不能以其思想、情感和行动来玷污它，要始终拿出你们自身当中最美好的，将其不断献给源头，要认清周围的势力，始终与爱同光与爱一同行动，你们越是与这爱光与爱一起行动，外界就越是无法触及你们，因为你们会在自己周围不断创造出一个光之茧、爱之茧。如果想创造出这样一个光与爱之茧壳，就不能把任何干扰性能量关入其中，否则这个茧壳就会开裂。你们必须闪耀出光芒，并被光所环绕。我们能够理解你们每个人当前的生活中都有压力和很大的时刻，都是很艰难困苦的时刻，都在悲愤、痛苦、怀疑和深感
沮喪的時刻、沮喪的時刻，這些都是屬於人性潛意中的痛苦。我們能夠理解這一切，這些都是被允許的，因為目前你們還不能擺脫這一切。當你們遇到艱難的時刻，盡量拿些功夫去連接吧，與內在的神聖存在連接，與源頭連接，與未來的光之世界連接，與聖愛連接，與美好連接，與歡樂連接。你們越來越多地去體驗歡樂、和平、愛與美，這是使你們保持平衡的力量，可以抵消所有人性的痛苦。繼續問，當自然元素狂暴發作的時候，我們能夠有這樣的信賴和信心嗎？當然可以啦。面對可能發生的一切，一定要在心中、靈魂中做好準備，也要在內在做好準備，要準備好經歷巨大的轉變、巨大的意識開放，不被自己的變化衝昏頭腦，不讓自己受靈性小我或者人性小我的左右。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，你們越有進步，就越是在謙卑上落些功夫，你們得淡化自己的轉變，以免去阻礙周圍的人，以免使他們困擾不安。要始終非常接近那些你們想幫助的人，假如你們高高在上，那就幫不了他們了，只會令他們迷惑不解。愿你们能够清楚地意识这一点，无论做什么都是神圣爱、谦卑、自我奉献中去做，要为了圣爱与圣光与圣爱去做，要为人类兄弟去做。人民，你们告诉我们要做好什么准备呢？好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，准备好些什么呢？在日常生活中，尽可能地表现好，不要去想太多问题。当时机来到的时候，某些序幕自然就会揭开的了。你们越来越有自制力，要去体验中去看着自己、听着自己，学会控制自己的思想、话语、情感、情绪，以避免一切的悲伤。若悲伤你不仅不能够使你们进步，还会将你们钉牢在原地。也要尽可能避免一切的忧虑，因为忧虑和悲伤的后果一样，还是避免一切无益的恐惧，因为恐惧往往都是由头脑和小我产生出来的。好啦，感谢终于一个分享了这大段的关于怎样去准备好自己，就是要将自己的情绪不可以去到最低点，一定要好好地活过来，不可以有恐惧和悲伤。好啦，咁希望大家都平安同埋身体健康啦，呢个好紧要啦，有好嘅身体先可以做任何嘢啦。咁仲有咧，就系嚟紧，其实2019年嘅后半期或者就算2020嘅上半期等等，会发生咩事，大家都系唔知道，真系要做出好好嘅准备，特别是自己情绪方面啦，唔好大上大落啊，等等咁啦。咁好啦，咁要 ready 自己，要同开亚地球一齐去扬升，就去迎接一个新嘅世界，一个新嘅体验。中意片嘅朋友，请赞、like 同订阅，我呢个多嘅啫嘛。